1块钱。刚刚追踪昨天投资人看多了个股前十名，这当中的产生呢是来自于在昨天买进认购还有卖出认售等等相关的看多权证的加总起来，在昨天占最多前十名的个股。我们来看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了在3474的华亚科呢是昨天看多权证成交最多的，有4766万，而第二名开发金3147万，第三名呢长荣行1851万，至于呢8044的网家有1591万，6285在网通当中的起基1384万相关看多权证的成交，而6到10名呢则分别包括了有工业电脑当中6414的华汉成交了1215万，而6146手机检测相关的个股更新1033万， FB 上证还有 FH 沪深这跟陆股联动密切的 ETF 呢，我们看好这相关的看多权证成交了1026万跟935万，而最后3017也跟陆股的中车呢有密切关联的旗宏则是成交了859万。在针对这十档看多的个股呢所连结的发行天数超过了20天，而且成交值在昨天呢占前五大的热门权证当中，要帮您观察出来的是买进价的隐含波动率呢表现比较稳定的标的了，因为这攸关于您未来要将手上的权证卖回给原先发行券商的时候，这个价格是不是会合理了。低档3474的华亚科呢，看到昨天连结的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隐波表现比较稳定的是80统一，代号032284，是绿色的线条所呈现。而看到2883的开发金呢，前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引波表现比较稳定的是兆丰一批，代号032704，是紫色的线条所呈现。至于呢我们来看到2618的长荣行，引波表现稳定的有群益 5V， 代号032545，是浅蓝色的线条，也就是由下往上数起来第二条。再来看到8044的网家呢，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橘色的这条 SG 元大，代号718509。而再来看到的是6285的起基，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浅蓝色的这条，由下往上数第二条是代号033032的08中信。而6414的华汉呢，引波表现稳定的有一埃元大，代号032775，是深蓝色的线条所呈现。至于呢6146的更新，引波表现稳定的有元大 ST， 代号718805，是紫色的线条。而观察到006205 FB 上证引波表现稳定的五大热门权证当中，我们观察出来有浅蓝色的这条是凯基 KA， 代号088553。而至于呢006207的 FH 沪深，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深蓝色的线条所呈现的凯基 KD， 代号088589。而最后一档呢看多的个股当中，3017的旗宏所连结的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帮你观察出来买进价的隐含波动率表现比较稳定的呢是深蓝色的线条所呈现的13元大，代号032138。